Former CIA director and retired four star General David Petraeus. So, General Petraeus, how significant, how big uh, was Putin's move here? I mean, on one hand, he's announcing this annexation, but he's doing it at, literally as Russian forces were retreating. It is significant, uh, but it's also desperate. Uh, he is losing. And the battlefield reality he faces is, I think, irreversible. In other words, over the last seven months, President Zelensky and Ukraine have mobilized vastly better than has Russia, in other words, Ukraine has recruited, trained, equipped, organized, and employed forces incomparably better than russia has and The reality facing Russia now is that Ukraine, a country a third the size of Russia, has a bigger, much more effective army on the ground and. 啊，以及美国的前中情局的局长彼得雷乌斯呢，接受采访的内容。啊，其实呢，现在美国政府对于俄罗斯使用核武器以后，他们何种的对待呢？众说纷纭。毕竟呢，这些当权的美国政要呢，不可能口出狂言。如果呢，他们说错了话，甚至呢，引起外交纠纷，乃至于核战争，那就不妥了。而这些呢，呃，退了役的。 下了班的这些领导人呢，这说话呢就不在此列。而且呢，呃，各国政府呢，基本上呢，都呃，很多时候呢，都用这些退休人员呢来传达自己的这个观点。可以说呢，北德罗雷乌斯这一次的呃接受记者访问呢，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呢表达了美国政府的观点，那就是在乌克兰战争中，如果俄罗斯使用了战术核导弹。 美国以及他的西方盟友如何过做呢？这个彼得雷乌斯说得很清楚：如果俄罗斯使用了战术呃核武器，那么西方不会用以核制核的方法呢来对抗俄罗斯。如果呢以核制核，核可能呢呃会造成核大战，那么北约怎么办呢？听之任之？答案是否定的，北约也不会听之任之。怎么办？北约呢将使用常规力量，常规力量。 对乌克兰境内以及黑海境内的俄罗斯势力呢进行坚决的攻击，而且呢，这种攻击应该是呃决定性的。他的这个描述呢有点意思啊，话里话外呢，那到时候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势力以及在黑海的势力将会被铲除。当然，这黑海的势力呢，包括黑海舰队以及。 呃、啊，这个克里米亚的俄军的存在，你说北约和美国有这样的实力吗？这答案还真有。毕竟呢，美国现在的情报战呢是胜的是一塌糊涂了，俄罗斯是败的一塌糊涂。无论呢从俄罗斯的这个进攻时间、俄罗斯的进攻计划以及兵力部署呢，应该说美国呢是有详细的情报的。如果呢俄罗斯用核弹呢攻击乌克兰，那么。 呃，北约呃用常规武器呢攻击在乌克兰以及黑海上的俄罗斯的这个军事设施还有军队，那么对于俄罗斯，只要呢、呃、北约下了决心，那么对于俄军简直是毁灭性的。现在呢，俄军的这个呃什么呢军事设施以及军队的配属以及军队的驻扎地，可以说对北约呢已经不是秘密了。 甚至呢，很多网络上的呃朋友们呢，都能够通过一些间谍卫星呢查到这一类的相关信息。而对于乌克兰方面呢，大家却很难查到这个信息。为什么呢？大家呢不言自明。而如果呢，俄罗斯真的使用战术核武器，那么西方呢用这个常规武器呢，对乌克兰以及黑海的俄罗斯的呃这个军事设施呢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那么很可能是俄军的损失的军队呢，那要呃近十万左右，而黑海上的呃黑海舰队以及黑海舰队的诸多的这个军事基地也将受到摧毁性的打击。到那时候，估计呢乌克兰只需要收复失地，而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了。呃，这样会不会成为现实呢？ 估计还是不会的，至少呢，普京现在也在克制，并没有呢使用战术性的核武器。尽管呢，卡德罗夫、还有绍吉古、还有这个梅德伊维杰夫一直呢宣称要进行核打击，但也仅是宣称而已。要知道，核武器使用简单，要是结束那就难了。现在呢，彼得雷夫斯的观点是，美国会进行报复，但是呢，这种报复不是核报复，而是常规的报复。 但是常规报复跟核报复那有区别吗？呃，就像二战中呢，美国对东京呢进行过大轰炸，燃烧弹，东京仅是死亡人数呢就超过三十万，而两个核弹呢，广岛和长崎呢，一共的死死亡人数呢也就二十多万，所以呢，常规武器呢，如果量大管饱的话，那呃造成的死亡人数呢，甚至有可能比。 小当量的核弹呢，那要大得多。毕竟呢，咱也听了，这是小当量的。彼得雷乌斯呢，这句话呢，其实也是在对俄罗斯进行震慑。毕竟呢，这个核大战谁都不愿意。呃，在这次接受访问的时候呢，呃，彼得雷夫斯多次强调，美国不会以核制核，但是他又强调了美国的这种反制或者说是报复将是决定性的。 当然了，如果呢，按照彼得雷乌斯的呃这种说法，美国呢用常规武器呢消灭乌克兰以及黑海上的俄罗斯的军队，那么对于俄罗斯的打击，那是将是相当之大的。要知道，现在的乌克兰内呢有俄罗斯的军队二十多万，加上呃四个州的亲俄的呃这个民兵武装要三十多万。如果呢受到沉重性的打击，当然。 这三十万不会他他都消灭掉，最多呢也就是消灭七八万。但是呢，这种打击之后呢，其他的军队也将失去战斗力。一旦这样的话，乌克兰轻而易举就能收复这四个州，同时呢收复这个克里米亚，而后呢利用乌克兰仅存的几艘呢海军舰艇呢控制黑海。到那时候，俄罗斯呢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一方面，黑海上的舰队呢，一旦全部消灭呢，那么俄罗斯就只失去了黑海的制海权；而乌东四个州军队呢，一旦被美军呢打得死伤殆尽，乌军呢在一打扫战场呢，这三十万军队要么战死，要么投降，要么被俘。一旦这样的话，俄罗斯前线呢那就没有胜利军了，而未来俄罗斯很可能呢就得进行了国土保卫战。 当然了，这也仅仅是呃彼得雷乌斯一面之词。即便呢俄罗斯使用了呃这个战术核武器，美国的这个打击力度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这是两说。但是美国对于俄罗斯军力并布防呢，这个应该是一清二楚的。至于他有没有大量的导弹将俄罗斯的诸多的呃军事设施以及军队呢消灭，这个数量应该是有的。 但是当然了，他在攻击的时候能不能达到彼得雷夫斯说的那种决定性的力量，这个很难说。毕竟呢，在战争没有开始之前，谁呢都会幻想战争中的胜利，但是在结束的时候呢，总有人会吞下战败的苦果。当年呢，呃，可以说是就是今年了，二月二十四日，俄罗斯开启了战争。估计呢，他也没想打到现在，估计呢，他想一两个月呢解决战斗。 结果现在怎么样？但是现在呢？如果俄罗斯再开启核战争，会不会他还会吞下苦果？或者呢，是让北约吞下苦果？这个大家都不得而知。但是未来的战事呢，向哪个方向发展？现在呢，真是取决于普京的一念之差。常规战争呢，普京已经很难打败乌克兰，而且呢，乌克兰在战场上呢，现在是节节胜利，在赫尔松、在顿涅斯克、卢甘斯克呢，都有大规模的。 呃，胜利的消息呃传来，而俄罗斯呢，现在甚至连防守的能力都没有。现在的情况，俄罗斯会不会用核武器呢？咱们拭目以待。